我告诉你，这钱我挣定了，我跟你对抗到底了。啊、就是你下200单就行了呗。我就下500单，你能怎么的？我就是有钱，我就是套话费，怎么？不是你们说我玩了，他现在他放不放过我呀？我点外卖啊，我就跟你刚上了，来开。老板，我这是心疼你呀、啊！你这还掏的花呗，你万一我们赢了，你咋办呢？你怎么活呀？你别管好吧，这是我的钱，不用你管，你就开就行了啊！说赢都是我的啊！你们不可能赢，再说了，你们要是赢了我，我他妈是狗！干了，说话呀！来，能不能玩得起？来，整了，接了，等了，拉倒了，等了，喝喝就完了，整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把输定了啊！吕布直接跳你啊，大哥！没事，我动他。我看一下你们这把怎么守啊？中了！中了蓝线，中了蓝线，兄弟们顶住！上路，哎妈，太难了！上路！我去！下路！中路！中了这大楼，强点，他们强上啊！小兔崽子，他反了！来嘛！我操！我的坐地炮，我呼死你！我操！躲过前村，躲不过后店了。这个马可波罗会玩。这经济落地落后10000，我就不信你们还能赢，好吧？找机会防守一边。娘们儿，夯出来了！哎呀，完了！救我一下！没事。我操！大哥，那位置。加个盾！这边没有闪呢，完了。没事，能动。哎呀，我操你哥了，二换一血他妈赔了。下路练，中路没线。无所谓的坚持，我劝你们赶紧投降吧，你别耽误早点。漂亮，牛逼这边。我崩死你！这落地天的地方好好玩两天，这还上什么班呀、啊？感谢大哥送来的金票。你是你妈干主播的吗？感谢大哥。我不是你的榜一，下路。我这不是感谢你吗？要不是你，我都不能出国呢。说真的，我都没出过国呢。你拿上来！坐着！来，上！牛逼！快点开！走了！我送！快点开！我这两路高地，快点的！你这么给我送，我就不得感谢一下你吗？说真的，你要是在我面前，我得给你上柱香一供起来。我在你面前，你不得让我扎你一下子吗？这有四个，怎么说？火舞来了，凯也来了，这边上了，打！没事。漂亮，有了。把援兵给我突突。这俩保镖已经把我保好了，太难受了。走吧。保着呢。我给你趟个草啊，快到底求证。有草。哎呀，趟个爹来！我的妈，还有小辉夜极限，好极限。龙，接着来。傻子狗身，你不趟草，你在这等啥呢？你不要跳大，你不要跳大。结果一下跳出来了，得。下路。收到，下路给。OK， 拆他们。你先推上去，我没蓝，我拿蓝。来了啊！保护老黄头，守不住，根本守不住。我的妈，这虎虎干什么？脚里有个辉夜无敌的咋的？这马哥，小马哥啊！干什么？这吕布！我的妈，这吕布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那就疯成这样吗？大哥，走。走，看他不知道得挨揍吗？结果咱们得把超级兵卡在咱们这高地之外。他妈的，今天枪推可他们太难受了，他不打人，他点塔，设置不塔电，咱们就没一点法没有，咱们的伤害根本抵不过他点水晶的速度。今天先在外面来给他去干。对，是25分钟才推到对面高地。我动，我没想推，好吧，想推的话，他水晶都没了。你打钢筋打一下吧，才能打差不多。撤，转向，那就是下路呗，哥，下路就是推了吧。OK， 没问题。5-5，这波5-5。都在这坐地炮，都原地轰他们，看谁敢来。昭君，大招卡个位。你不跳了。没事。我闪。你还上来了你？这凯，这不推了吗？早撤了。龙王给来。大哥不给他啊，不给，多大点事儿啊，给他，这得给他，不想给他们呢，不给啊，不给，不给，拿，不给他拿，
我看你敢冲进来。我坐地炮。你不要开大了，你看这签儿等。坐地炮了，坐地炮，坐地炮了，坐地炮，坐地炮了，坐地炮。谁呀？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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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大哥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先走。这又偷了100个。剩一个开吧。大哥，咱们就在中路河道吧，我感觉。就在中路二塔也行。行。就在这二塔人嘛，围着猫就行，卡他们就行。对面的，你们在嚣张啊！嚣张跋扈，怎么不嚣张了？老板怎么不嚣张了？老板，你怎么不嚣张了？说真的，你们五个都废物。没事，老板，反正我们也不能拆对面水镜。你们来，有种干死我！干死我，我叫你爹！说真的，就你们那两脚猫功夫，你们赶紧卸载游戏和稀泥去吧。我操！拆塔了，我操！谁？漂亮！谁？我回去！我的妈！这三路高地都没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守。就你们说那个系统崩溃，根本不可能的，好吧？老板，你都急着，我们肯定不能拆对面水镜啊！你看对面能，你这现在你都盘着对面守家就行了，他们能不能顶住？啊！你就看大哥不给，大哥，路不给哈，不给。哎，我有点卡呀，狗这。来，给独家的，揍他！咱家二娃也说了一个龙王都不能给，不给一个龙王都不能给，一个龙王都不能给。你他喵的似的，牛逼！剩一个，啊，剩个礼物，别打他了，别打他了，别打他了。大哥，你跟他商量一下，先别让他打我，不行吗？吕布，就你这怂样，放你一条狗命！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哎，好了，大哥，赢了吧？这不晚上吃海鲜。哎呀，感谢大哥送来的出国。老板，你好像懵逼了吧？老板，对面投降是我赢。嗯，对劲儿，对劲儿。